闪光灯拍个不停，代表台湾角逐威尼斯影展的泪王子演员卡斯步上红毯，立刻成为全场焦点。观影一袭露背黑礼服，性感装扮，小露骨沟，还被镜头捕捉到腰间刺青图腾，搭配白皙肤色惊艳全场。另一位女主角朱璇也不逊色，一身大红高叉旗袍露得恰到好处，藏不住好身材的她超级吸睛。而男主角范植伟和张孝全更别出心裁，穿上军装戏服英俊挺拔，抢镜效果也不遑多让。就是为了你他才被扣上这个匪谍的罪名，不是我生的我不配做你妈，你不是我生的你不配做我的女儿。这部《泪王子》导演杨凡花了5年时间筹划拍摄，描述白色恐怖时期的眷村故事。在威尼斯首映会上，观众起立鼓掌长达5分钟。而尽管影评褒贬不一，能够走上威尼斯红毯，杨凡说就算没拿奖也已经心满意足。森新闻邱晨报道。